洪主任，因为你第一次来了哈，所以就是让你讲多一点。还有财委会一般哈都是简单，然后直接就进入状况。新政府上台，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上任后首度露面，立院质询处女秀 ETF 议题成为焦点。网红行销啊，要有良民证，甚至于有相关金融的证照。那我请问彭主委，你对这方面哦，这个尤其这样的一个规范，到底有没有强制力？分享投资最新趋势 ，ETF 狂潮三月在台湾引爆，拥有高度影响力的网红扮演重要助力，但投资市场危机四伏。为了避免出现夸大不实、网红行销乱象，金管会与投信投顾公会出手防范。你要做这个专业的报道，你至少还是要有基本的，比方说营业的证照啊，简单的证照还是要取得的，这样对投资人的保障会比较好。提供正确的资讯给消费者，然后维护市场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呢，我想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投信投顾公会拟定的自律规范中，要求网红行销 ETF 不但要有良民证等资料证明过去没有诈欺、胁迫前科，与金融产品合作前三个月内也不能有过度宣传等行为，同时还必须取得证券投资任一个相关执照。良莠参差不齐啊，所以很。一般的民众很容易受骗啊，那网络时代太方便了，大家随便都可以在网络上讲东西，一定的证照或者是一些技能，那有这样子的基础之后，我觉得就是这些观看的人自然会去更相信这些人所说的。金管会与业者双双达成共识，民众对于新规也表态支持，但新规出炉，具体往后会如何推行，相关法则又怎么拟定，部分细节仍待更加完善。华视新闻柯华明、吕传特别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